声闻愿觉，诸佛如来，烦恼障断，解脱离位，非智障断。大会，智障者，见法如我，殊胜清净。烦恼障者，先习见得无我断。七十灭，法障解脱，十障习灭，究竟清净。因本住法故，前后非性，无尽本愿故，如来无虑无察，而演说法，正智所化故，念不忘故，无虑无察，四住地，无名住地，习气断故，二烦恼断，离二种死，觉人法无我，即二障断。大会，心意意识，眼识等七，刹那习气因，离善无漏品离，不复轮转。大会，如来藏者，轮转涅槃苦乐因。空幻亦大会，愚痴凡夫所不能觉。大会，金刚力士所随护者，是化佛耳，非真如来。大会，真如来者，离一切灯亮，一切凡夫，声闻愿觉，即外道灯亮熄灭的宪法乐住，无见法智忍护，非金刚力士所护，一切化佛，不从业身，化化佛者，非佛，不离佛，樱桃家人等众生所作相，而说法，非自通处。说自觉境界，复次大会，于夫一七十生灭，其断见，不觉十障故，其常见，自妄想故，不知本迹，自妄想会灭故，解脱，四住地，无名住地，习气断故，一切过断。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三圣亦非成如来故，不灭一切佛所说说明诸惑厄，为诸无见智及无余涅槃，又尽诸下列事故以复说。诸佛所起智及分别说到诸尘非未成彼则非涅槃，欲色有极见说是四住的一师之所起实在欲所住，亦即眼识等断灭说无常或作涅槃见而未说常住。尔时大会菩萨以偈问言：彼诸菩萨等至求佛道者，酒肉及与聪饮食为如何？唯愿无上尊安隐位演说渔夫所贪者受贿如名称，虎狼所干是如何而可食食者生诸或不食为福善？唯愿为我说时不时罪福